这是什么印啊？这个很特别，这个是目前在美国卖的非常好的，叫做 Magic Sponge。哦，叫做神奇的海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听说现在海绵宝宝吗？哦，哎，蛮会讲话。现在海绵宝宝正在好莱坞，它是每一个艺人人手一个，因为它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绿色，一个是粉红色。我现在带来这个绿色，它主要是去橘皮，橘皮也可以去。橘皮组织，我跟你讲，它基本上呢，你的浴室只要有这一块，你的那些瓶瓶罐罐、那些洗澡东西、去角质东西，全部都可以丢掉。真的假的？我先准备了一盆水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快点啊，大爷，你的橘皮快露出来！蛮酷的，我准备买了哦。你看哦，它只要一进水哦，它就会开始起泡。哎，怎么这么硬哎？所以它也不用再沾清洁剂，它里头就有泡泡啊。对，它马上就会起泡了。嗯，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再什么用什么沐浴乳，什么都不用。哎，真的有泡泡。你刚刚没有放任何的，完全没有，对，完全没有。那一般的海绵就用了沐浴乳就好了，有一起泡啊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分两面嘛，一面是白色的，嗯，一面是绿色的。这个绿色就是一般你在洗澡可以用，它可以做到去角质。但是呢，这一面比较粗糙，它在它的说明书上写，它就主要是去橘皮。OK。因为橘皮耶，欧美很多比较胖的人，他的大腿后侧那个橘皮非常严重，对，他就可以直接这样在洗澡的过程当中，先用这一面搓搓搓，然后有泡泡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翻面，针对橘皮大腿那一侧啊，再微笑曲线。请问一下，它一次这个可以使用年限多久？看你的腿肌有多少。什么啊？它这一块啊，比如它可以使用几次以后就没有泡泡？他说他超过20次以上。哇塞！哦，看一下，我就等于出国的话就带一块，这个不用带别的嘛。对对，就不用带那么多瓶，然后你放浴室，你也不用摆那么多罐，好像浴室很乱。你就拿一个可以晾干它的，就这样放着，洗完澡就放。这起码这个我喜欢。对，20次，而且它的味道非常舒服，闻一下，很香，有点像是那种味道很舒服，有点薄荷植物，对，有点植物的那种感觉，精油的味道，味道真的很舒服，口香糖就这个味道，草本的那个口香糖，感觉很环保，它其实也不会粗到哪边去，不会很粗啦，对，就是你搓完之后太粗了。等一下啊，它这边还是现在不是说像那种泡面那么软哦，对，它还是有它还是硬的 ，Q Q 的，你摸这个脚它就是软掉，对，哦，把这个地方，像这种感觉触感，你在那个搓橘皮的时候就不会疼痛，还蛮舒服的，所以说。有常在搓的，我们有时候洗澡会用海绵呐、啊，那有些那个质地比较不好的，搓起来就会很痛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很不舒服，这个触感就觉得应该。而且它为什么可以去橘皮？我有查过它的资料，它不是因为粗糙可以去橘皮，是它里面有一种就是那个微脂囊包覆，讲太难，就是一个球，它里面有包它的有效的去橘皮的成分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一边在去橘皮的时候，它那个成分会释放出来，就像很多人会买那个瘦身霜在涂身体的道理是一样，它在一边洗的时候，它那个去橘皮的那个成分就会释放出来。嗨嗨，你说我这是有职业病？有，OK 的。来，接下来这是什么？